齐建国，盛康元年，帝穆书推行女子入仕，而后姓名管路西职，征有能之士免试入馆，天下英才悉悉聚于京城。盛康三十年春日，新一轮科考拉开帷幕。翰林院士在即，我定要考进去，谋游庙堂，为百姓谋福祉。杏林春暖，举景全乡飞在高墙之内，我意在荣于四野。哼，做女官能有什么前途？实在冥顽不灵。好好的年纪不嫁人，就不该让你去上什么女学。他既有此志，又何妨让他一试？长风万里送秋雁，世事变故，落子成蹊。此番一去，纵有万难，也许应下杏林馆邀约，能得破局。十一来迎，但这你便是清安堂。原先是洛北十一来迎，先生不会觉得怠慢吧？当然不会，有劳燕羽衣了。点击此处可进入杏林馆，随我入内，到处看看吧。点击杏林风光进入。燕羽姨，早上好。燕羽姨，药膳准好了。好，我过会儿去取。燕羽姨，中午有好吃的。那我就等着大饱口福了。燕羽姨，哦，那说起来，幸过奖了。这里是制药房，多谢提点。不客气。燕羽，日后多仔细些。是的，御华园中应当有，我随你一同去吧。那自然最好。那便是运之先生手执的媚书。嗯，你就是，只是多谢两位先生。嗯，这位就是今日入杏林馆的先生。原来是先生啊。那我们去一趟知行堂，看来是在御华。有劳。嗯，多谢。这身出自集结天下，这身出自分花绸庄。这一身如何？干净整洁就好。回头我要计数，看你这。到了。
参见程院判。这两日我不在馆中。劳院判费心。藏宗阁之前若是原楚府需要处置，我要出门一趟。知道了，程院判。少主，蹦蹦跳。我叫燕洵。凤尘司的登记，虽说你是免试入馆，王城内的人员在凤虽免试入馆，那考试这就想泄题。对不住对不住，在王城办事平怀不敢。我们走吧，我们也是去凤尘寺。平怀不敢。这里就是凤尘寺。少主加油。凤尘寺路测考核登记，请行。凡参加考核者，先生。我是凤尘寺主，拜见李总管。虽说先生是面试，请选择诗词中空缺的字，选择第二个字，点击此处。可以。李总管谬赞。御令到，考生上前受封。谢君上恩典。少主果然厉害，我便知你没问题。走。少主，要无事的。可是刚刚在翠微殿，这里叫时长院。点击此处可进入时长院。我还有事务，你可找九司稍事休息。点击危机时刻。少主，快坐下。好。少主不让我提九爷。废物，刀子！我还好当时及时。先生，平君。先生刚刚结束奉承。先生初来乍到。有劳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继续。多谢先生。你们说是杏林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言情帖和手谕都不知道。哎，本殿下倒想听。杏林馆御医方才守卫提到的，倒是挺会说话，但你大概是不清楚。你可真是让我好找。
点击头下即可释放。此处可以切换自动或手。料你飞不出我的手掌。莫再多言，本公子自有考量。九爷，乖小九思。哼，九弟倒是看出匆忙了，只是想着急于解决。原来如此，哎，都是为百姓做。刚才听三宝说，正庆安堂百年名。二哥这话说的，教的挺好的。这件事，你最好给我。九公子，先生，不是，我与他姓。方才袁楚说到你，但这件事，杏林馆屡次邀请，什么线索？当日我被袭击。我明白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？您没带言情帖，今日应当是程院判提前吃。这王城内的规矩怎么这么？不知是否有手册一类的？那倒无需。每位出入行，你线下若是没有旁的事物，那九司会时常远收拾。点击此处可进入招贤界面，点击此处地铁可以招。可以啊，招募到一名上品，好眼光。点击此处可进入这。你当前还未添加随从，这是刚刚招募到的随从。这位可是杏林馆中，那也很好。